很多人呢、啊，把意思错会了。这净土很容易修啊，临终时就行了。现在何必辛苦呢？何必去念佛呢？啊，老师给我们说过，临命终时，你头脑清不清楚？这第一个因素。 如果临命中时糊涂了，连自己家的人都不认识了，这个我们见到的，而且很多老人临命终时，啊，他的小孩、孙子来见他的，问你是谁呀？他们认识了。啊，我还见过一个老人在台北，啊，往生的时候。 只认识他一个二媳妇，这一个人，其他的人都不认识。二媳妇这常年伺候他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啊，再有一个，如果得了老年痴呆症，完了，往生希望就没有了。啊，助念也帮不上忙。 你看这个事情多可怕！啊，不是那么容易事情，遇到真正懂佛法的人，在这种要命的关头，时间非常短促，要劝一个人念佛求生西方，他听了马上就接受，马上就照干。 就反应这么快啊！所以临终头脑清醒的，遇善知识难，这个善知识懂得净土劝你往生真难。那你听了之后肯接受也是难啊！真能放下，一一切都不要去想他了。 这都不容易做到，切、这个、不能侥幸。临终神念必生是决定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！可是我们不能存侥幸的心理，啊，要认真准备资，资料。 啊，要准备往生，准备往生就是心愿驰名，一心专念，时时刻刻都在都准备，时时刻刻想往生，才真能去得了啊。对这个世界随缘，一切都随缘，决定不攀缘，就是我想做什么做什么，叫攀缘。 啊，遇到了是好事，啊，利益大众事情，我们可以尽心尽力的做，啊，做的时候不要忘记往生极乐世界。做了就把它忘掉了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啊，不要记得我做了多少好事，记这个东西啊，做了多少好事，生人天山道。啊，记很多卧室就生三卧道。 啊，你到哪一道去？最后一念，做主宰。最最后一念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你喜欢的东西要放下，否则话到最后的一念还会想到，你就极乐世界去不了了。啊，什么都不能够放在心上，只有把阿弥陀佛。 放在心上，那就对了。